这两个才艺之前他们有跟你任何的沟通过，或者是歌我帮他们选过。我希望在街舞的这些表演演出是可以把这种传统文化用街舞这样的表现形式可以一直不断的变形重组，变形重组的给大家表演出来。你们知道吗，我在组团的第一天我告诉他们这个是什么，这是表示一种谦虚，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对吗？这里其实一把枪，这里是我们的爪子，当我们还是谦虚的一开始，但当我们要开始表演舞蹈的时候，所以他们用了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就其实这就是一种变形啊，嗯，我们在做一个融合，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融合强，所以未来的几场战队对抗，你也都会比较坚持，有中国风跟街舞的，没有错，没有错，对。